收东西留你全尸，刚不小心东西掉到水里去了，你们要真想要下水去找便是，先取你性命再绝不迟。 你说你堂堂龙吟城荣家二小姐，就这么几个小猫贼，竟打成这样，我真是太高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二小姐的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对付不了他们的？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有大招可以对付他们的。大招啊？那行，那你自己来吧。上！去就去。 是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没有人会偷看的。你身手啊，实在是弱了些，不如你考虑一下，请我一路护送你平安回去。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这龙吟城啊，在江湖中赫赫有名，城主呢有两个女儿，这大女儿啊，武功不凡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是一只二女儿嘛。二女儿怎么了？备受宠爱。 这两个女儿啊，她们的性格和功力啊，完全不同，自然不难分辨了。我这次救你啊，完全是受徒弟所托。又是哪儿冒出的徒弟？因为我收了个非常不靠谱的徒弟。哎！你说你堂堂龙吟城二小姐，换个衣服换成这样，平时不是自己换的吧？要你管！ 这回二小姐的来信，堂主可看出什么端倪？她与堂主一向不和，这回竟先示弱。荣化那丫头，一向贪玩不问正事，鲜少与我亲近。此次却破天荒要我出城接应，若想打探我的态度，可不能落了下风。你立刻派弟子前去盯着，还有那个林静。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。
跟在荣华身边究竟是什么目的？堂主是担心二小姐这次主动要求降主是有诈。不管荣华有没有得到赤化珠，城主之位我绝不会拱手相让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林静从一开始的出手相救，难道是圈套？人心难测，不得不防。我得趁夜离开，将他摆脱，再细细查探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星星不小心摔了。看星星？哇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有夜观星象的习惯呢。不过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人在外面。确实不大安全，我觉着还是我陪着你比较好。我突然有些困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哎，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？这要两个人去才有意思。走走走，啊，看星星。龙吟城就如同这满天星辰，深藏着秘密。若我想寻真相，定然得入龙吟城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答案我得亲自解开。跑什么？我说你怎么想得太珍贵啊？你这不是看星星吗？你怎么……小天神，别把星星吓跑了。林静竟能察觉有人跟踪，武功造诣非凡，看来是个难缠的对手。走走，去哪儿了？走吧。啊！小心！你以后啊，还是好好的跟我学学武吧。你看看，就上一个屋顶，上成这样。哎，就你那三脚猫功法还教我学武功啊？没事，我说好的。你知道吗，这满天的星辰啊，每一颗星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这星星能有什么故事啊？星为无尾，辰为素光，天穹为苍龙七宿，自西向南横排，为下也，天南可见。你看那儿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北斗七星了，像不像那种摇酒的斗勺？就在那儿。啊，我看见了，就在那儿。斗柄朝东啊，天下皆春；斗柄朝南，天下皆夏。斗柄朝西，天下皆秋；斗柄朝北，天下皆冬。真聪明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你还好吗？好。你知道星星喜欢什么吗？星星喜欢你眼中有他们的样子。原来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讨厌。
你喜欢看星星吗？当然喜欢。你喜欢的话，那我以后啊，时时刻刻都守在你的窗外，这样你想看星星的时候呢，也不至于啊从窗里摔出来。只有入了龙吟城，才能找到当年父亲故事的真相。这次机会，绝不能放过。本来想甩掉这个拖油瓶，没想到这么死缠烂打。看来我得想点办法。林静啊，你可别怪我。丢东西了，你一路跟着我师徒，是不是为了赤华珠而来的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现在丢失了赤华珠，除了你有机可乘，别无他人。看来你早有预谋，说不定湖上那些杀手也是你派来的。说完了？怎么？你奸计被我识破了，心虚了？我林静做事呢，向来光明正大，无论任何的栽赃和误会，咱们不得弄个明白，查个清楚，你说是吧？嗯。你要干嘛？既然你说是我偷了你的赤花珠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亲自查个清楚啊？看看你们龙吟城这威震江湖的赤华珠究竟在不在我身上。堂主有威武，此番行动不伤了二小姐，只对付林青一人。真是外面的人啊！你受伤了？我的伤没事儿。你都为我受伤了，怎么没事儿呢？你起来，你快点走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不解释清楚了，我不走。现在这儿很危险，快点走。嗯？这，你伤口有毒啊。要不我来吧。
有毒？你这么厉害啊！啊，给你个机会，你来吧。哎呀，你忍着点啊。此番明明是你写信叫我前来接应，我让空四堂弟子救你暗中脱困，可你却命他们撤退，反而还护着那个叫林静，你究竟有何打算？我确实让阿姐前来接应，只想让你把赤华珠带回城中去，没有让你伤了这个叫林静的。再说了，这标上的毒是病字堂所致，一般人根本没有解药，阿姐交出解药吧。这个林静本就来路不明，这些日子我见她始终缠着你与白堂主，定是居心叵测，既然中了镖，那就是他运气不好，又何必多此一举相救？杀一个可疑质，总好过留下隐患。我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但他救过我的性命。空字堂的弟子如此大阵仗的前来相护，可是这飞镖不长眼，林静身手好躲过了，万一我白白受了伤，阿姐好心相护让我坏事，你我受责罚，我倒过意不去。看来你白操心一场，穷紧张。我可没这么说，阿姐这次来的目的我心里清楚，怕别人又误会了阿姐。打赤华州主意者都得死。哇，你们龙吟城的人都这么不讲理啊。阿姐，这是赤华珠，还请带回城中。爹，华儿回来了！哎呀，爹，华儿。回来了，爹一直担心你呢。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对了，东西呢？拿出来给爹瞧瞧。爹，我在途中的时候有事耽搁了，所以就让阿姐先把东西带回来。阿姐，城主，赤华珠在此。城主，哦，原来在这儿。好，花儿，这赤华珠可是龙吟城的至宝，你这次没丢咱们龙吟城的脸。这赤华珠乃是那二起死回生的天下奇药，且为我龙吟城独有。花儿这次成功将它取回，乃是大功一件呐。嗯，这生字堂堂主的位置空悬已久，也该找个掌事之人了。花儿自幼研习医学，妙手仁心，我看着堂主之位啊，非他莫属。爹，咱们不打开看一眼吗？好，我们看看。哎，花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花儿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赤华珠呢？快拿出来！该不会有人偷龙转凤，把赤花珠给调包了吧？潇潇，龙素，花儿将东西交于你保管，不会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了吧？荣化，这盒子从你给我那天起，我便未曾打开。你平时贪玩也就罢了，赤花珠这是岂可儿戏？你快说清楚，休想污蔑我。阿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听我说嘛。爹，嗯，这次我途经晴天小溪，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您和母亲就在那里相识的。后面母亲走得早，也没有机会再去过了。
我就特意带了这一枚石头回来，让爹爹以作相思用的。哎呀，这丫头，原来是这样，花儿真是有心啊。可是，咱们的赤华珠到底在哪儿呢？啊，爹，阿杰武功那么高强，他都没有找到赤华珠，我怎么可能做好呢？嗯，再说了，以我的武功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赤华珠在哪儿呢？唐掌门被杀，赤华珠被盗，难道这是蓄意夺珠杀人？我觉得你们呀，根本就不用着急，也不用担心。这赤华珠不是你们龙吟城的宝贝吗？这江湖人都知道，服用了赤华珠的人呢，必须得服用解药，没有解药的话就无济于事嘛。啊，城主别担心了，我觉得这个凶手呢，很快就会送上门来的。你是何人呢？爹，我刚忘了跟您说了，他叫林静。我在途中遇到杀手的时候，就是他救了我的性命。后面阿杰可能对他有一些误会，所以不小心伤到了他。他身上的毒我实在是解不了，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。不过爹放心，等治好了他的伤，我就让他走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好不容易才从家中逃婚出来，来到这里。其实呢，我也算是龙吟城的人了。实不相瞒啊，我除了救命恩人这层关系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。少侠，何出此言呢？这件事就让你们这个白老堂主，就让你们白老堂主给你们解释解释吧。老白，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吧，他也不是什么重要之人。老白，别吞吞吐吐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坦白的把事情说出来。哎呀，老前辈啊！哎呀，老前辈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快放我下来！哎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挂上去的，怎么能那么轻易的就把你放下来？我知道了，在烤鸡里边动手脚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不对啊，我分明看到你自己也吃了两口啊！烤鸡配上美酒才是绝配。哇！老头，贪吃啊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老头，我当时啊说的非常清楚，这烤鸡啊必须配上美酒才是绝配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摆位置，大人有大量，我不跟你个臭小子一般见识。有什么话你说呀？我想让老前辈啊拜我为师。这样我离家逃婚的路上才能受你照顾了嘛，是吧？趁人之危，没门！没门的话，你就在上面好好的释放你自己吧。哎呀，这我认你了，师父。哎呀，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师父，哎，真乖。徒儿见过师父，这就对了嘛。二小姐，这白堂主是您的师父，今日又冒出来一个白堂主的师父，那这个叫林静的，岂不是您的师祖了？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以后不许再提他了，听到没？哦。那你们回城路上遇袭，会不会是有心之人故意为之呢？比如龙吟城的人。你都从哪儿听的这些风言风语的呀？我都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二小姐有所不知，在你回城之前，这各堂间早就传遍了，
这分明是有人容不下你，连城主都怀疑是那人所为呢。你说说看，我阿姐是空字堂堂主，她怎么会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？以后不许在背后议论了。好。薛掌门身手不凡，竟也重伤至此。这凌虚阁究竟是何来历？江湖中只见影不见形，若他们的势力继续扩大，届时我凌云城将无立足之地，是该好好查一查了。我已派人查过，凌虚阁是近十年出现的神秘门派，很多人对他好奇，试图询问，但是都有去无回。江湖上从未有人活着见过凌虚阁的人，甚至有传言说凌虚阁的弟子有上天入地的本事，乃世外散仙。那不过是江湖谣传罢了，只要凌虚阁真的存在，就一定会有露出破绽的一天，届时有机会我定要亲自讨教一番。这次本可以夺回赤华珠，借机助堂主离城主的位置更近一步，可好在二小姐那边也没有什么收获。荣化看似单纯，实则城府很深。这次赤华珠被盗过于蹊跷，我怀疑其中另有隐情。堂主是怀疑二小姐私藏赤华珠，心怀不轨。二小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没事，别担心，一会儿在门口守着，有人来了通知我。你要是担心此人图谋不轨，你把他赶走就行了呀，何必屈尊亲自来查？没有证据怎么赶他呀？再说了，这人是我带回来的，我当然要查个清楚。快去。奇怪，静啊，你给我等着。等什么等？我不就在这儿吗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堂堂荣家二小姐不单单喜欢夜观星象，还喜欢偷偷溜进别人房间啊。你说你这有门不走，非得爬窗户。我回房间的时候啊，看到门口有人守卫，我就好奇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绕到窗户这边爬窗进来看个究竟。没想到我们荣家二小姐还在我的房间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来给你送蜡烛的，好心没好报。哎呀，上一次诬陷我偷东西，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个遍以证清白，我还无缘无故的受了伤。你说这次你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，让我也全身上下搜个清楚、啊、你别过来啊！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就是路过。空字堂丢了重要物件，必须搜查，没你的事，退下。不可呀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不可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别碰我，走开，走开。都来了。晚上好啊。阿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一个女孩子家，这种事情要在城中传开了，成何体统啊！爹爹，我不过是给林静送蜡烛的。城主，
我入房时的确看到荣焕拿着蜡烛。你今天倒是知道替你妹妹说话了，那你就先说说你妹妹在江湖上遇刺的事情是不是与你有关。原来城主怀疑的一直都是我，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，你早已认定我是幕后主使。这些年我为龙吟城出生入死，的确是杀了不少该杀之人，但这等弑亲罪名荣素不认。够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从前几日开始你就派人盯着你妹妹，你心里想干嘛你自己不清楚吗？都这会儿还在我面前狡辩。我没有。爹，你真的误会阿姐了，这事与阿姐无关，是我通知阿姐前来接应，把赤华珠带回城中的。要是阿姐有半点私心，她打开木盒一探究竟便是。在我看来，阿姐对龙吟城绝无半点私心，忠心耿耿。好了，你也不用再替她开脱了。她要真是如此，那就好了。方才多谢你在城主面前替我解释，我还要多谢阿姐还我和林静一个清白呢。这些暗中相护之事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呢。阿姐，你我是姐妹，亲情是不会改变的，你为龙吟城的付出爹也是看在眼里的。荣焕，刺客之事我定会查个清楚，揪出暗中挑拨离间之人。我还有事先走。弟子按照城主的吩咐去林静所说之地打听过。那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？南阳之地的确有户姓林的人家，不过似乎他们数年前就已经搬走了，于是我将姓林的画像拿于附近百姓识别，有人称确有肖像，只是时隔已久也很难分辨。剩下的消息还需沿途慢慢打听，可能需要花费些时日。行了，不用再打探消息了。城主之意是对于我们龙吟城的安危来说，宁可杀错也绝不能放过，找个机会把他除去便是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是，去吧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林静，林静，气死我了！喂，你这闹哪一出啊？生什么气啊？你说你不就逃过婚吗？去哪儿不好，非得来龙吟城。我既然哪都可以去，我为什么不能待在龙吟城啊？因为这里不欢迎你。不可能，你爹刚刚还说让我多住一阵子呢。我看除了你之外，龙吟城的每个人都很喜欢我。真是厚颜无耻，我受够了。我现在命令你滚出龙吟城。看什么看？小徒孙撒起谎来还挺可爱的嘛。谁撒谎了？你别自作多情。哦，再说了，我可不可爱用不着你来说，我自己知道。怎么你还不走？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锣鼓声？难道是有人要嫁娶？
不似武林中人，倒像是出自某个名门的纨绔子弟。深夜惊扰，只因事出紧急。阁下可是走错了地方，此处乃龙吟城，岂容你放肆喧哗？还不速速离去！在下并未走错地方。不知公子想要迎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？深更半夜迎亲，莫非是冥婚？不知公子的意中人是正在城中，还是早已做了龙吟城的厉鬼亡魂？此人此刻正在城中，还请姑娘行个方便。放肆！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。若你再不离开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姑娘性子也太急了，你再说一个字试试看。林静此时此刻正在城中，你若能让她出城，我便会带人离去，绝不多逗留片刻。林静，是的，她可曾说过自己逃婚之事？惹出来的祸，还不赶紧跟人回去，平息这事。哎呀，这你说的就不对了啊！如果我真的回去了，那才是对那个女孩的不负责任呢。我可不这么想，你待在这儿，我看着就心烦。阿姐。喂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你脖子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，你被一个女孩子……这……若能不负夫人之命将你平安带回，我身上多几条伤又有何妨？再说了，你当初选择逃婚之时，可有想过我的处境？哎呀，我这不都是不得已的吗？是吧？不得已。当初你在家中求我的时候，说你在家中闷得发慌，想要趁结婚之前好好出去看场戏，轻松一下。我心想，好啊，多年兄弟，这点小事我就成全了你。想不到你居然是要逃婚，你可想过事后夫人怎么责罚于我？方才倒是懂得关心我，还问我有没有受伤。你可知道人家梅姑娘在家中等你？说完了。哇，你这唠叨的毛病是什么时候能改掉啊？我不说你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厉害？林静，你既然都找到这儿了，还是赶紧跟他回去吧，别耽误了。走吧。好啊，回去。林静，我说的是那边，不是这边。方才之举确实是惊扰了，给城主及诸位带来了不便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若非如此，在下恐怕无法逼得林静现身。今夜多有叨扰，在下告辞了。站住！龙吟城岂是任由尔等自由来去之地？荣大小姐还有伤在身，不宜动。只要林静在城中一天，在下便会再来。荣大小姐还怕我们没有机会相见吗？可笑，谁要与你再相见？若不想再与我相见，那尽快将林静撵出龙吟城。如此一来，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法。